柿子吃错会伤胃，别碰四个地雷。吃柿子虽然好处多，但柿子中的鞣酸容易与某些食物产生交互作用，造成肠胃不适。吃柿子前先了解四个吃柿子的禁忌，才能吃得健康无负担。地雷一，与高蛋白海鲜类、肉类同吃。柿子属性寒，如果再搭配上一样性寒的海鲜类食物一起吃，容易产生腹泻的情况。地雷二，空腹吃，因柿子含有较多的鞣酸，空腹吃容易与胃酸作用，产生沉淀结块。地雷三，吃柿皮，由于柿子中的鞣酸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中，当柿子脱色时，不可能将其中的鞣酸全部脱尽。地雷四，糖尿病患者及肾脏病患忌吃。甜柿属于完全成熟的柿子，果肉中的糖分已完全转化为单糖，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此外，柿子的钾含量高，肾脏病患较不建议食用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，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